哎，陈宏阳，觉得会拿到800万吗？上一秒还在笑，命理师陈宏阳看到记者立刻变脸，跟他2015年遇到真命天子的模样完全不同。我就觉得说他的命盘很符合，就是我要找的一个配偶的条件。我会好好照顾他，我会爱护他。原来会算命的陈宏阳，2014年帮里长陈文生算他会不会连任时，竟算出上期的他是自己的真命天子，进而倒追交往。虽然家人强力反对，两人还是在2015年3月到户政机关登记结婚。没想到隔年陈文生就过世。陈文生的3名子女不认陈宏阳这个妈，提告请求确认婚姻无效。婚约书上2名见证人出庭也否认见证，法院因此在去年判两人婚姻无效。但陈宏阳又提告说，陈文生曾签约说要赠他800万房屋，继承陈南遗产的3名子女应该给他这800万，但陈南子女说没钱了，钱都被在爸爸生前都被他花光了。啊，他是怎么花你们爸爸的钱？他们说你把他们的钱都花光了，真的吗？陈南子女说，就算陈宏阳打赢官司，他们也没钱可给。最终结果如何，等法院判决就知道。